Hello，今天来的这个小梅小吃，今天点的这个火腿早饭，之前有点来都必点的哦。60块好便宜，前几门最便宜的，而且，拍食物就好，不用拍你了哦。我说拍食物就好，不用拍你了哦。好这样，拍食物就好，不用拍你哦。很推荐，那肉丝也是好吃，就是火腿好多。料还蛮算不蛮多的，料算蛮多的了哈。便宜好吃。目前早饭最便宜的哈。要给很多料。很舍得放料哈，看。昨天吃那90块是好吃，可是太贵了。昨天那个90啊。对啊。对。不便宜哦。真的不便宜。这个算很有 CP 值的，跟那个什么重庆麻辣鱼一样好吃。这跟嘉宾有那么高哈？对啊。跟嘉宾有那么高。不过咸这边有这个啊，看看下萝卜。那个什么。火腿超多的，你看。很好吃。火腿哈。好。OK。好。看他们照片呢，炸鸡排。八十块，哪有是必点的哈？还是哪个必点的啊？对啊，大颗哦。你看，分肉最多的。今天多吃哈，来的必吃必点。很大吧？然后很大，并且很大。看，它肉都很大。很大块。比一下哈。好吃。很大块。差不多了哈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分享给大家，拍一下我。拍一下你，终于要录进来。小妹小吃好吃，真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拜拜。